情，翻开《论语讲要》572页，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这个两句话，这个贫穷的人，你叫他没有怨恨呐，难，不容易。富呢，而无骄易。富是财富啊，有钱的人呢、你叫他没有骄傲的心呢、对人呢、不骄，还比较容易。这一个贫一个富，贫而无怨呢，怨这个字根据说文解字怨到灰字讲啊，就是成灰呀、这两个字呢都是形声字，怨也是心，上面加个怨字是读音的，后面会也是从心，上面那个就是注音。那么这两个字，说文讲啊，怨字就是灰。另外按照广用里面讲，怨就当恨字讲，怨恨。从说文以及广用所讲的怨恨或是悔，都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烦恼。大家知道见死活了，那分开来讲有很多了，最严重的就是贪嗔痴。贪是贪爱心，这个嗔呢，就是这点嗔恚、嗔恨心，痴是愚痴，愚是不明了因果，这是最重的一种见思惑。这个怨是这样的，骄呢也是烦恼啊。见思惑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慢呢傲慢呢、骄是从傲慢呢分出来的。按照《白法明门论》里面，慢是一个这个根本烦恼，骄呢是随烦恼，随着这个慢心，这个延伸出来的。
所以这里讲约与交都是我们任何人呢这个生来就有的，不但这一生生来就有的了，生生世世都有这个烦恼。既然每一生每一世都有这个烦恼啊，我们修道怎么修啊？就把这些烦恼把它修掉啊，那自己的真如本性才能够开发出来呀。这些东西修不掉，它一直在把我们的本性这个遮盖起来，也或者是要染污了。那我们要成圣人，怎么能够成啊？学佛要成佛，怎么能成啊？所以缘也好，交也好，就修道的人呢，必须要把它破除掉。就是世间普通人，他要想在世间做事情呢，做得通，没有这个障碍，也要把这些东西啊，不能说断除啊，最底下都也能够也需要把它这些压服下去啊，不让它起作用啊。这些佛法来讲叫伏活，活是迷惑颠倒而活啊，把它活能够伏压服下去。孔夫子在这里讲，知道任何人都有这个，都有怨，都有交，用这个难易这两个字啊来讲出。平而无怨，无怨就是讲啊，不是说把这个怨断除掉了。孔夫子圣人他知道啊，无怨就是这个怨恨呢不起作用，那个怨心的种子还在那里，那个种子是与生俱来的。这个呢要把这个怨心呢压迫下去啊，一个贫穷的人很难。贫穷的人这个衣食住行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啊，如果贫到这个衣食住行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啊，你叫他没有怨很难。这是圣人讲的话，对人的这个心理啊了解的非常透彻。富而无骄呢，富贵的人你叫他这个骄啊，就是一般人现在叫值得骄傲了啊，值得骄傲是现在一般人这个讲法，自己有什么得意的事情呢就值得骄傲。在传统文化，你看这里讲啊，骄傲是要不得的，自己如果有什么得意的事情，感觉到很荣耀是可以的，不能够对人讲自己值得骄傲，骄傲就烦恼。但是就
财富很多的人，你叫他不起骄傲之心呐、啊，骄傲种子在哪里呀、啊？虽然没断呢、啊，但是对人家不要啊，看不起人家，自己感觉到很骄傲。这个富的人呢、啊，还可以容易做得到。因为这个虽然这么说，圣人讲话了，我们要从这个话里面的多方面研究。贫而无怨难，圣人意思啊，虽然是难呢、啊，但是贫穷的人，也要把这个难去掉啊。孔夫子的弟子颜回就是个例子啊，颜回算是贫穷了。但是颜回有什么怨呢？没有怨呢，不但没有怨，而且还是很乐呢，回也不该其乐呢。圣人意思叫贫穷，圣人知道这个因果。贫穷过去没有种那个福报嘛，现在在贫穷嘛，了解这个道理呀、怨也不能起来，赶快要转变，意思在此啊。富而无骄，只是无骄不算数。孔子也曾经说：“为而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富的人，不但不要对人表现骄傲，而且也好礼呀、啊。礼是什么呢？礼是自己有能力帮助人家，就要帮助人家，这好礼啊。我们今天之下，贫穷的人当然也不少啊。那个大财团的老板，富人也不少啊。他如果要了解孔夫子的这个学术思想的话，他要用孔夫子这个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在世间做这些大的事业了，中间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个不但对员工不能有骄傲之色，更需要把员工当作自己这个事业团体的一体。你即使到我这个公司里面来，到我工厂里面来，我就把你看作是一家人，消除这个老子的中间的隔阂，他就没有任何障碍。这就看这些现在这些大老板的呀，他舍得舍不得，舍得的话他
真正好礼的人，他对于其他的人都要，人家遇了灾难，他都要救济嘛，何况自己的工厂的这些员工呢？果然有这个心理，有了好礼之心呐，他其他问题没有的了。所以孔夫子讲这两句话，我们从这个方向去研究啊。你这样研究，你修道就能成功，就把这个烦恼啊，先把它压服下去，进一步的把这个烦恼种子断了，那你就正果了。我们研究论语每一章，我们都是从这个上面去会呀、啊，这个你才能够得到受用啊。在没有正果之前，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压服得住，那你在家庭也好，到社会上也好，人事上面呢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冤家了。那你在有生之年的话，所到之处，没有任何一个敌对的人呐、啊。是人者无敌呀、啊，人就是我们要关心人家，同情人家，这是人心。你有这个人性起作用，那人家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办任何事情，人家都会来帮助你。所以这两句啊，是我们这样去学习。我们现在看那个五七三一，子曰：“孟公拙，为赵为老，则忧；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这是评论呢、啊，这个孟公拙是鲁国的，一位大夫。那么，孔夫子啊，就了解孟公拙这个他的这个人品和他办事的能力，在这里就讲了孟公拙这位大夫啊，他为赵为老，为就是做了，做赵国的、魏国的，那个老则有，再有这个优是很优秀的，这个赵魏到了战国的时候啊，把晋国的分成为三家，这个时候啊，还是他们还是晋国的一个卿大夫，那个如果孟公拙做这个赵家的、魏家的，他们呢都赵魏都是晋国的卿大夫了，做卿大夫家里的家臣在那时候，人家称呼他
叫老，老者的老啊，那就是说，在赵家做家臣的，就是，赵家的老者叫赵老，在魏家的做家臣呢，就是魏老，魏家家臣。那么他要做赵家和魏家的呀，这两家卿大夫的家臣呢，则优，做得好，很优秀的，不可以为吞血大夫啊。吞是一个小国家，血也是个小国家。你要做这两个小国家的一个大夫啊，做不好，为什么做不好？古人注解啊很多，但是不必细考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个人，他的品德、他的才能呢，各有所长啊，也各有所短。孟公卓他的长处，他可以做这个赵魏老。他如果要做这个吞血两国的大夫啊，做小国家的大夫，不是他的所长。孔夫子是说到这里为止啊。那这个话，孔夫子讲这句话，不是对孟公卓的人呢，这个有所批评呢。他叫一个有用人权力的人，你要用人呢，用其所长，不要求全责备。他是办教育的，你就让他来办教育，你不能说是他来替你办教育，你也叫他帮助你理财呀。或者叫他来帮助你发展农业了，这些都不是他的所长。你要是用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责备他，都要他替你办，那你就是太苛刻了。用意在此，所以我们那个读这一章经书啊，也知道大家将来你有这个权利用人的时候，你不要求全责备，用他的所长。那么你是天下人你都可以用，你要是求全责备啊，没有人为你所用的，你找不到这样的人。修道的人也是如此啊，你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呢，你看这众生呢，从哪一方面可以启发他的道心？虽然这个人他有很多的恶的习气，不好，
恶的习气你暂时不管它，你就他能够启发他的善心呢，你一步一步诱导他，那你这些众生你都可以渡得过来。你要认为这个人呢，哎呀，这个心，这个人呢，这个恶习气太坏了。啊，那暂时不要教他了。那你找哪一那些善根的人让你去教啊？只要他有一善可以启发的话，你就启发他。道理都是一个啊，了解这道理你就可以用了。这章就说到这里了，后面那个574页，子路问成人，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知都知，智慧的知，工作之不愚，变壮子之勇。”冉求之一，问之以礼曰：“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：“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微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呀。”成人。那么我们人到人世间来，我们都是人呢，怎么叫成人呢？也不是说古人讲的啊，说，从小孩子一直到加冠之年，那就成人了。到了20岁，那是成人了。这个成人都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个成人呢，成就人格了，做人有做人的人格了，就成人。做人的人格。有钱有身，标准不是一个的。从钱那方面来讲，学个正人君子，就承认，就是说成人格就树立了。讲到深处，人做。做得圆满了，那就是一步一步走上成圣人的那个路的，就成人呢。圣人也在人世间成就的，学佛成佛也是在人世间成佛啊。所以成人，人圆满成就了，那就是成圣人成佛啊。所以"成人"这2个字，有前讲，有深讲，这是从浅处讲。那么子路问：怎么样那个？这个做人呢，这个成就，一个人格，成就人格的话，就叫做人之道了。做人之道，那么孔子告诉他：“我臧武仲之知。”
工作之不愚，若，这是这个这个字啊，就把后边这几个人呢举出来，假设的话，若呢，假若有藏无中这个智慧，工作就是前面讲的孟工作，不欲贪欲之心呢，很少。还有辩庄子之勇，再加上燃求之意，燃求是孔夫子的燃友，他的这个才艺，第四个人呢，这四个人，这后面那个《论语讲要》里面都说出来了。藏无中为什么有智慧？孟公桌之不愚，他与他的事实；辩庄子的勇，他的勇敢，后面的讲要里面也有，各位自己看。燃求之一，那个他的这个他办事的这种能力的才艺，有这四个人，把这四个人的智慧、不愚、勇敢，这个才艺，这还不算。问之以礼乐啊，再加上礼乐，礼是要学礼的，乐呢就是这个孔夫子的教育，办政治都注重礼乐啊。孔夫子曾经讲，博学于文，乐之以礼啊。这个学问要广泛的学，在用功夫在实行的时候就在礼。那么六艺，礼乐射御书数，六艺是礼乐两个字啊，就是在前头。礼呢要讲规矩，讲办事的一切这个次序，乐呢是讲这个和谐的呀。所以这个礼乐很重要，要学着这个，要学礼乐。礼的本质，礼让啊，遇到任何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把这个利益让给人家，
礼让。约呢就叫和，跟任何人呢都要和平和谐相处。和谐相处，它这个原理就是从太极，就是从人的本性起来，阴阳两仪啊，阴阳两仪，然后就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。所以音乐那个五个音声就是宫商角徵羽啊，就是配合五行出来的。宫商角徵羽这个在音声方面就是就是配合金木水火土，它这个调和到最完美的境界，就阴阳二气啊调和，阴阳二气调和就是完全跟本性里边，就易经所讲的太极完全一致的啊。就从音乐这方面就能正果。在礼仪上面跟各位说，礼让，我们任何人呢都遇到自己的有权利的时候啊，就不肯让人呐。果然能够让人的话，你让出去什么东西呢？让出来就是世间那些名与利呀、啊。名与利就是遮盖在我们本心上面的障碍物，能够把这个名利让出去，就把这个障碍物把它揭开来了，本心就出现了。这是原理呀、啊，懂得这个原理才知道为什么功夫在叫学礼，礼要礼让人家啊，这一让就把那些那个障碍物让出去了，自己正果了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孔夫子在这里说：“问之以礼曰。”有前面四个人的长处加在一起，再加上礼乐，这就是成人了，开始人格树立起来了，没问题。这个修行到最高的境界，他就成圣人，成佛。这张书是这个样子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修了这一章，我们在世间跟人家相处，在家里跟家里人相处，甚至在世间你遇到那些最讨厌的人，那些犯罪的人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把这关系啊能够把它改善。所以这个这样子可以为成人了。当然这个成人这个标准定得很高，曰，下面就说今之成人者呀，藏务众公卓研究的呢，都当然都是在孔夫子的同时候的人呐、啊。但是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一种
那种这个特性呢不同啊。现在金枝成仁的这句话，这个约呢是子路说的，子路说啊，上面讲这些成人再加上礼乐，现代人呢恐怕要具备这样的话不大容易了，所以今日成人者，下面是何必然呢？这是孔夫子的答复。孔夫子答复在文法上讲，何必然上面应该有个约字，但是文言文里面呢，这个约字啊不必加，可以省的。你看这文章这个脉络，看这个章法，你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何必然呢，跟上面问的今日成人者有问，下面就是答复。古文的造句法有这个例子的，所以说何必然呢，先答复子路问今日成人者。那么首先孔子说不必然呢，不必然就是不必像上面讲的有四个人的那种各有各的这个专长，再加上礼乐。那么现代成人呢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呢？他说见利思义，见到任何有利的呀，要想一想这个应该不应该取啊，要想一想这个义啊。比如说这个过去读书人都知道，你无论在公家做事情，在社会上做一般事情也好，无功不受禄，你没有对人家有任何功劳，人家送这一份利益给你不能接受，无功不受禄啊。这是做人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呢。所以这里讲见利思义，人家无缘无故的送你一笔财产，或者是啊，请你做一个部长，你自己想想呢，我这个能力能够做部长吗？再说我做你部长，你是。我可以做一个，你可以做我的这个长官吗？一呀，要想一想啊，见利思义。再呢，见微受命。你比如说做臣子，君主有危险的话，那你受命的你就接受这个命令，再危险呢你要接受，受给你的命令呢，你这个你眼里没有危险，只有这个命令。还有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呢，要是邀约，酒肴，老朋友，过去是朋友啊，朋友结交为朋友啊，既然成了朋友，在无论之内，
做了朋友的时候，不忘平生之言呐。平生之言什么呢？在结交的时候，将来不论自己是这个多么发展，不要忘记老朋友。当初结盟的时候，结交的时候，彼此平等的，将来的地位、财富有差，这个差距很多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当初这结盟之言。这样呢，能够这样的话，见利思义，见微知著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呢。久要不忘平生，就是念旧啊。一个人能够念旧的人，这个品德是不错的啊。一可以为成人矣，这就是在孔子说，能够这样也可以算上是成人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